在这个岛住了二十多年才离开这个岛，现在回来这个岛大概是四年多，将近五年的。在小时候，那是五十年代左右，那个时候保利鱼龙还有那个保特瓶还没有很流行，所以那种这种东西非常的少，而且那个以前的居民在这边生活都会比较少，像有一些网子破坏掉的东西，他们会回收再利用。但是目前观察到的渔民，他们的生态不是这样，他们都现在都丢，直接丢掉，然后再买新的回来用，那就是一种变相的那种增加海妖那个海妖色那个的燃油，而且小时候没有看到木头，因为这边的居民大部分法师还是不是说很方便，所以都会去捡这些海漂物的漂流木回来当柴火烧煮东西，所以在海边是找不到一块木头，跟那个保特瓶也不会有。那还有保利龙的话也不多，有的话居民也会捡回来利用，所以早期的那个海漂物是等于是没有的，有看到也非常少。但是回来之后我发现渔船上面他们不会用那个桶装，那个像我们20公升的桶装水，他们大部分都是一箱一箱的那种保特瓶水，他们用一用水倒去煮东西，然后保特瓶就直接往海里面丢，这可能也是制造那个海漂物非常大的来源。而且在海边所看到的漂流物也有的也不是我们台湾的，像韩国的、日本的、大陆的都常发现到。早期等于很少有漂流物，也很少有那个海漂物。不过我回来这几年，那个海漂物就像我们吃饭一样，常常都会有，而且还会更频繁。生活的影响就是